来，怎么称呼你？Sam。Sam 来自哪里？来自吉隆坡。代表什么公司？代表 Shine Solar Film Sdn Bhd。哦 ，Shine Solar Film， 就是换言之，就是做那个防隔热膜吗？隔热膜，对对对，隔热膜。做多久了？这个我还数不清啊。15年，那么自己27岁就创业了。还要暴露年龄哦。27岁创业，15年就是大概，哎呀，18岁了，年18岁啊。对。那么，请问你今年是第几次得奖？哇，很多次耶。金鹰奖是第一次，然后其他奖项有很多，SME Platinum Award， 然后Consumer Award Protection Award， 然后还有什么 ISO Award， 然后应该是六七个，还有 Hennessy Asia Hennessy Award。哇 ，OK， 来，这个很重要，在这么多奖之中，你得到金鹰奖的这个兴奋度有没有比其他奖来的更高一些？非常高兴。为什么？因为团队大了，在今年我们的公司已经掌握了那个很多的技巧跟机会，所以今年拿这个奖的话，的团队会比较多，所以就非常的高兴因为他是南洋三宝嘛，毕竟是是，所以一个知名度。可以透露一下下哦，你得了这么多奖哦，哪一个奖是最难得的？各有各的长处、啊。都是很难的。都是很难的。可是金鹰奖，你会用容易来形容吗？不容易啦，因为它也是有他们的规格要挑选这样对。好，那么你得奖过，你觉得你想感谢谁？有什么感言？感谢我的太太咯，默默在后面支持。还有吗？有在那边啊，他拍照。然后感谢我的团队咯，我的团队毕竟他们也是付出很多，所以要感谢他们。是。那么除了说你接下来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，或是你打算怎么样去回馈您的团队，使到他们能够更努力的付出，去每一年都得到金鹰奖？有，今年我们的 KPI 已经出来了。哇。就是讲明年的话呢，我们会有新的一个项目，就是给多员工的福利，还有那个 KPI 给他们一个 target 去 fight， 然后给更多的佣金他们然后还有就是讲明年的话，我们有新的计划，就是想在市场，因为现在我们有加盟模式，我们加盟模式所以已经有在全马4家了。说明，因为现在 end 了嘛，到十二月了，没有的 fight 了，就希望明年可以去到10家、20家。OK， 加盟的，相信有你这样子的领导，有你这样子的推动跟激发他们的这样子的领导，我觉得啦，我很有信心啦，你的公司是一定办得到的。然后呢，而且每一次的金鹰奖呢，我觉得你们只要继续这样子的朝这个方向努力的话，你们也是可以每一年都得奖，每一年都受到认可，好不好？好的。OK， 好，来加油，我们继续，再次恭喜你，等一下舞台见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又有另一位帅哥，各行各业，来，你好，怎么称呼你？